近日，中国自主研制的 YLC 18型雷达亮相，它是一款三坐标低空捕盲雷达，可以探测和发现中低空飞行的战斗机、武装直升机或巡航导弹等目标，被誉为是低空突防克星。该款雷达由于性能优秀、技术成熟、质量可靠，已经出口到多个国家。YLC 18型雷达只是中国雷达技术的一个缩影，在其他可移动雷达和大型陆基雷达方面，中国也取得了长足进步，一些雷达和相关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。其中比较知名的包括 JY50Y 辐射源雷达、 YLC-RV 雷达、 YLC-20 雷达、 JY-2U 型警戒雷达等。 YLC-RV 雷达是中国研制第一款新型警戒雷达，它是一种 S 波的三坐标雷达，可进行机动快速布防。资料显示， YLC-RV 雷达的相控阵可探测距离高达500千米，其中 3D 雷达为 L 波段，最大输出功率85千瓦，预警战斗机时最远探测距离为300千米，精度200米。这款 S 波段机动三坐标警戒雷达用途十分广泛，既可用于空军、海军的主战引导兼警戒雷达，也可以当作地面导弹部队的目标指示雷达。为了对付隐形战斗机等目标，中国还研制了 YLC-20 无源雷达、 YLC-8B 雷达、 JY-26 型雷达等，他们都有发现隐形目标的能力。有报道称， JY-26 型雷达是中国研制的一款 UHF 波段三坐标机动式雷达，它采用有源相控阵体制以及平板阵天线设计，能同时测定空中目标的距离、方位角和仰角三个坐标数据。 JY-26 型雷达的表面是数百个圆柱形物体，共32台，每台16个，总计512个。据报道，这些圆柱体内都安装有电子模块，可以发射和接收电磁波，借此可发现隐形战机等目标。 JY-26 型雷达采用的2A 数字有源相控阵，探测距离高达500千米。还有数据显示， JY-26 型雷达开启防空预警时探测距离为600公里，在搜索弹道导弹时探测距离可达800公里。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可移动式雷达外，在大型陆基雷达方面，中国也有所突破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中国就建造了7010大型战略预警相控阵雷达。7010雷达的天线面宽40米，高20米，窥点单元达8976个，探测距离为3000千米。7010雷达的发射机采用四支大功率多腔速跳管，最大总功率为10兆瓦，平均功率为200千瓦。由于技术和设备均已老旧，7010雷达于1993年退役。在2017年的一次报道中，中国一座新型战略预警雷达亮相，它的高度超过了10层楼，面板安装了12000多个 T2 组件，探测距离超5000千米，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。